广东达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综合型环保服务企业，业务涉足环保设备、智慧环保、固废清理、有机农业等多个环保领域。达成环保自成立以来，践行循环经济理念，始终秉承原来大城市可以更美好的初心和愿景。2015年7月，首台达成牌智能吸污净化车投资研发成功，该装备对城市、农村粪便、河道污水具有变废为宝的新型再生功能。事实证明，达成牌智能吸污净化车的质量、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现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该产品深受市场好评。达成牌智能吸污净化车首先将抽上来的污物进行脱水处理，实现固液分离，再使用化学方法使溶解状态的污染物从真溶液状态下析出，形成具有固相界面的胶粒或微小悬浮颗粒。选用高效而又经济的吸附剂，将有机污染物、色度等从污水中分离出来，然后采用过滤系统，依靠流体力学原理，在达成牌智能吸污净化车固废分离器内，使污染物与水快速分离，经过脱水系统过滤之后，达到三级处理的水准，出水实现回用，污泥则在浓缩室内高度浓缩，定期靠压缩系统排出。由于污泥含水率低且脱水性能良好，可以直接作为生活垃圾处理，免除了二次污染。处理后的污水对市政管网河流无污染，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该设备以三相电为主要动力，同时配备自主发电机组，以解决没有三相电的情况。它具有连续生产，性能稳定，维修率低，抗腐蚀性强，能耗要耗低，处理量大，氯丙含水率低，易操作、易维护、易清洁等优点。它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工业污泥、生活污泥和渣进行脱水处理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它是资源回收和环境治理的理想设备。产品特点：一、性能优良，吸力强劲，安全可靠，密封性好；二、车厢内污水不易渗出，外形美观，维修方便；三、车型适中，轴距短，环保节能高效；四、采用气液过三态分离技术，实现了污水池污物处理、清理过滤一体化，大大提高了清理污水池的效率；五、便于在大道上行驶。达成牌智能吸污净化车处理模式：一、即抽即排，无需来回运输；二、实现固液分离，处理的污水达到国家规定水质标准的，这就成了废水二次利用，甩干污物作为有机肥原料，不会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三、节省吸粪车的耗油量，也节省了来回运输所消耗的时间，大大提高了效率，也体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四、处理简单，所需成本低。未来全体达成人是为祖国的环境卫生升级做出贡献，将继续遵循诚信待客的原则，通过不懈努力为客户提供高效节能安全具有竞争力的一流设备和全方位的服务，为祖国的山更绿、天更蓝、水更清奉献自己的力量。